后它闻起来是很香很香，上面撒满了一些芝麻，然后它摸上去的手感是比较脆的，好香啊。下一个披萨，小披萨。没有穿披萨。嗯。前方490米。它有一点点咸味，然后上面很多芝麻，所以吃进嘴里很大股芝麻香味，吃起来没有摸起来那么脆的那种感觉，它有点嚼劲，有点像面包那种口感，但是比面包又要再有口感，要坚韧一点那种感觉。它自带咸味，我还以为它是没有味道。3个小时的车，现在来到了卡纳斯湖，还要坐30公里的区间车，我坐得快吐了，因为刚刚走的全是山路。现在上区间车。Once I was 7 years old, Mama told me go make yourself some friends or you'll be lonely. 刚刚我们坐1个小时的区间车，然后来到了卡纳斯湖的门口，然后这里有很多快餐厅，但是因为餐厅又贵又难吃，然后我们自己带了泡面。我们就在一个超级美的环境下吃泡面，对面就是雪山，还有蓝天白云。今天天气超级好，在这里野餐超幸福。太吃了，好香哦！让我们吃着世界上第一好吃的野餐。没错。太漂亮了，那个风景。好惬意。然后从来都没有觉得泡面都可以这么好吃。天哪，太美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继续乘区间车进去景区里面，虽然现在这里也是景区里面，不懂为什么要乘那么多次区间车，不知道为什么不一下，因为他要让我们吃饭了。哦，可能是中间休息吃饭。对啊，这也太深入了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好，就很原始生态的感觉。哇，这水好清的，会有水怪吗？It was a big, big world, but we thought we were bigger. 现在我身后是卡纳斯湖，超级漂亮，这里美得像一幅画。By 11, smoking bourbon, drinking burning liquor. Never rich, so we were out to make that steady figure. Once I was 11 years old, my daddy told me, go get yourself a wife or you'll be lonely. Once I was 11 years old.我们现在在卡纳斯环湖游船上面，然后这个景色跟我们想象的差不多，差不多嘛，早知道不来了。有云的倒影，有一点点，但是它因为湖面在抖，所以就没有很成型。然后这个卡纳斯湖，我们现在在它的第三道弯上。这里最深处有188.4米，别抖了，好可怕！幸好我穿了救生衣，湖水好绿哦，是我看过最墨绿色的湖水。山上好冷呀，今晚我们住在和睦山庄这里，然后明天一大早出发去看日出。让我拍个 room tour， 好好，蛮漂亮的。哇，还不错哎，好惊喜哦！比我们想象的房子要大。今晚就睡在这个可爱的小木屋里面。好像有暖气耶，应该不会冷吧？窗外的风景也不错哎。不知道今晚如果不起雾，应该可以看到星星吧。天啊，坐在这里太棒了，有种去串门的感觉，因为每一家住宿之间的距离都很近，有一种那种邻里之间的感觉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串门，来这里买拌面吃，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拌面。收不到音。现在是晚上12点，我们开始出发去拍星星。现在气候好冷哦，可能有10度以下，差不多几度吧，可能5-6度吧。好黑哦，周围都没有灯，
但是因为没有光污染，所以这里有整片整片好漂亮的星星呀。你还带羽绒服？注意，看，好天微微蓝的，好漂亮。一大早的，我们摸黑去看日出，去看中国第一村禾木的日出，应该很漂亮吧？啊，这里是禾木的。我们现在要登上观景台，在那里才能看到日出。小村落，好舒服。然后现在我们就等着太阳从山头里蹦出来。我们今天5点起来，爬山爽吗？五点半爽。然后昨天我们为了拍星空，弄到2点才睡，因为它这边差不多12才完全天黑了可以拍到星星，所以我们今天只睡了3小时。爬了那么多阶梯，天啊！但是在这里，黑夜太短了，可能只有6小时。然后白天长的感觉真的好好，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。真的好累哦，很少交涉。对，然后玩了好多好多景点，天啊，怎么才天黑的感觉？然后睡一下子就天亮了，但是没有很困哎。禾木这里中午太晒了，我已经包得像个粽子一样。现在我们要下山出去，然后今晚是住在布尔津。下山的时候好像会经过一个沙漠，我们可能就会去沙漠玩。这么多天，我们感觉终于来到了一家比较正宗，然后不是很贵的新疆风味餐厅。然后点了这个格瓦斯，它其实就像蜂蜜兑开的水，它说是用蜂蜜和啤酒花酿造的，但其实没有什么啤酒的感觉，就像普通的蜂蜜水。然后这个是抓饭上的羊肉，味比较淡，吃起来有点像风干羊肉。乌苏卖的是多少？乌苏绿的是5元。然后整一个抓饭吃起来就有很浓的一股奶香味，就觉得非常香。它里面是有胡萝卜干和白萝卜干一起弄成的，但是没有酸味啊。没有。对啊，就正常的味道。没有很重的孜然味。对耶，怎么会？是不是这边的不放孜然啊？我目前好重孜然味哦。中意條片的朋友記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！